在十月二日二三两天，在德长乡南天宫，2016年罗德长迎好客三山国家客家文化节活动，欢迎民众做伙来体验客家文化的水。最主要，我们那天的主轴是以这个三山国王的朝圣祭典作为主轴，然后结合我们客家的传统文化以及技艺，然后来形成我们具有我们彰化特色的一个客家文化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客家人啊，因为伫那边的客家人啊，真济啊，徛在中间发扬客家人的这应对这硬头骨哈，会使讲大家足认真、真拍拼啊，勤俭。啊，大家真热情啊呢，所以吼、哦，咱来会当讲，这里十月二二甲二三，请各位大家得以及为孙家的人士啊，会当来去德长，来去参卡达实地去看讲德长的面貌啊，搁而且的孙，咱的南天宫啊，啊嘛去了个足水啊。哦，啊，这个客家人那个传统的精神就是吧，哎，刻苦耐劳。认真打拼，哦，它是非常传统、非常朴实的，哦，竹坛目前大约有6000个，实际上是客家人，但是他不知道，哦，他是客家人，哦，当然是他的，哦，大部分，哦，大部分是，哦，能够克服那老经典，哦，和一个客家精神。三山国家客家文化节以彰化县三山国家雕像祭典为主。雕像仪式是以彰化县特意为客家民俗文化，结合客家传统文化技艺，同时也有客家文物展、客家艺文活动体验、客家艺展以及舞蹈表演等等四大主题，会使让民众深入认识客家的文化，嘛推广客家美食加传统技艺，诚心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